第三名的好吃吗？都好吃。你在干嘛？给你补办一个庆功宴。我只拿了第二名，有什么可庆功的？第二名怎么了？你才出道几年啊？只输给了张毅，还赢了钟红，这都能吹一辈子的好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个弄得特别像高中生运动会的宣言。第二，第二，世界第二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拿第二名啊？这也没什么难猜的吧？有那两位前辈在，你得个第二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。再说了，他们要是跟你一个年龄，你还不得碾压式的第一啊？我这么厉害呢？那当然。我去拿点喝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不是神机妙算吗？干嘛买这么多蛋糕啊？就是想给你换换口味儿，要不咱们尝尝第一名的蛋糕怎么样？不都是奶油的？那可不一样。好像第一名的蛋糕比较好吃。第三名的好吃吗？都好吃。